着这个郭董的人气啊，是哦，对不对？好好来跟他学习。郭台铭韩国瑜周末造势拼场，把握民调前最后时刻，两人说好团结，嘴巴还是把炮口对准彼此。没有动员游览车，我们也没有大家乡亲，各位你们都是非常辛苦自己来这里，不管你们坐捷运来，坐摩托车，开汽车来，怎么样来，我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郭台铭董事长。我很少在外面评论他，他是我国小的学长，我从来基本都不评论他，但是他这两天一直要说中华民国要破产，中华民国这个公司要倒闭，我实在是我不会这样子想，中华民国不会破产。韩国瑜拿郭台铭的倒闭说做文章，郭台铭则暗讽韩国瑜造势只会动员，能量有没有反映在支持度上？根据平面媒体民调，5月10日韩国瑜支持度26%，郭台铭23%。王金平退选后，韩国瑜虽然上升到30%，郭台铭追到29%，双方只差1%，郭台铭追到误差范围内，已经打平。我只办这一场感恩晚会，因为我告诉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政治新鲜人，我不懂政治，但我只会做事，我不会造势，但我只会做事。一句不造势只做事，也是冲着韩国瑜而来。韩国瑜连办5场大型造势，民调却没有拉开，逐步被郭台铭追上，从大幅领先到几乎打平，只剩1周就要进行国民党初选民调，郭韩之间的捉对厮杀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。三立新闻吴晨明、谢孟哲台北报道。